嗨，我现在马上要出门啦，我马上要去重庆了。听说重庆的好吃的非常多，之前鹏鹏跟我说，肥肠鸡还有什么小面呀、什么的都特别好吃，咱们一块去尝尝。I must spend a summer lucky. 被霞光叫醒，也被迎着星星这夜空，为谁而生？假如其上瘾，心被波线涟漪，若错过，只在隔开你我。我们相遇像是连接，光年失意的间歇，一同感受淡紫色的光芒。记忆始终的一段地，那故事不会改变，把宇宙都充满色彩。我仔细核对一次你上的号码，避免错了。各位旅客请注意，请相互保持一。别把我碰倒，你别碰倒我的。那我也得放了对吧？你不是你放那儿好吗？别碰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喽，大家早上好，今天要演出了，然后。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出发去现场彩排调音了，好困啊，好困啊，耶，今天穿这一身，哎，你别走，别走。调完这个料，好像调了一块菜出来。嗨，我们已经回到酒店了，然后吴昕老师正在我旁边剪他的 vlog， 真的很卷。然后录完安定这部分，我也要开始剪辑了。他正在剪，他真的很认真的剪。然后就是今天演的超级的开心，还唱了《普通的孩子》。他好吵啊，然后还录了普通的，然后还唱了普通的孩子。哦，对对对，重庆的火锅真的好好吃，你看我们、看我们吃的这脸都吃肿了，那真的好好吃，是吧？是你觉得重庆火锅怎么样？重庆火锅很不错，真的好吃。哎，然后也是我，就是我很少吃油脸嘛，我可能吃过一两次，很少吃。然后这次按照鹏鹏的调法调了，别录了，他好烦。然后这次按照鹏鹏的调法调了个油碟，然后还挺好吃的。然后，哎，就是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到场吧。然后重庆真的很热情，我们超级的开心，玩的也很开心。然后谢谢大家。OK， 那么感谢收看本期《富斯超级生活》。3、2、1，那么感谢收看本期《富斯超级生活》，我们下一期武汉不见不散，拜拜。